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石小诺，欢迎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说，2019年将会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那么这其中呢，包括将制造业等等行业的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这个力度还是很大。那么这些降税的政策宣布之后，多个进口汽车品牌先后下调了自己产品的建议零售价。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下降至13%，汽车行业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响应。像奔驰、宝马、沃尔沃这些高端汽车品牌呢，都宣布啊，将提前进行价格调整，少的1万、2万，多的4万、6万，应该说啊，是切实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减税降费。在上海一家沃尔沃汽车的 4S 店，记者了解到，沃尔沃的官方指导价已经全面下调，经销商层面也已同步落实。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店里还没来得及宣传，今天下订单跟之前价格差别不大。一般刚降的，你们反应没这么快。就4S 店没反应没那么快。就不管哪里，而且是周末降的。在北京，记者从几家 4S 店处也了解到，目前他们也都已确定收到了各自公司的降价通知。我们从昨天3月16日开始，也是把这个新的这个厂商的指导价格做了调整。我觉得长期肯定还是对销量有促进作用。当然也是受益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哈，这个政策利好的一个大的背景。因为我们看到制造业的税率下调了3%，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据了解，此次各家车企不同车型降价的幅度，从最低的下降6100元到最高85000元不等。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有消费者希望能看到更多品牌车企的跟进。我也想看看这个国内的这个车，比如说合资品牌的这个车，这个会不会跟着进啊？跟着这个降价。目前来看，宣布下调价格的品牌主要以进口车企为主，长城、奇瑞等国产自主品牌均暂未有降价措施。专家表示，由于进口产品的增值税是在进口环节征收的，所以相较而言，国产汽车的降价空间有限。它那些这个车型的利润率没那么高，对于这个豪华品牌、中高端品牌来说，它更希望能够抢到更多的这个市场份额，它会第一个去响应这个政策。业内人士表示，2018年我国汽车全年销量同比下降2.8%，今年前两个月也未见好转。从整体来看，高端进口汽车厂家高调降价，也是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那么除了进口汽车借力增值税率下调降低价格之外，还有哪些行业将会因此受益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将现行的16%的增值税税率降低到13%，这会让制造业企业普遍受惠。国家降税带来的利好不仅在于帮助制造业企业改善生存压力，提高盈利空间，最终还将促进产业活力，推动社会总体消费的提升。降税嘛，那肯定是那对老百姓是好的呀，对不对？因为我这个就是买东西可能也会便宜的，是不是？就是企业这个增值税不是下调了嘛，那么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在产品上面做一些价格上的降低，这样也会刺激我们消费者去消费的欲望。我觉得这种东西有利于企业进出口吧，或者对外贸易合作之类的，能提升整体经济水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轮增值税下调带来的利好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制造业以及部分下游终端行业，包括化工、采掘、有色金属、机械设备、商贸零售、轻工制造等。对于企业来说，增值税降低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利润，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因为比如说我们给客人报价，实际上就是原料，然后原料费用加上我们的固定费用，再乘上16%的税加在一起，那实际上它的这个三个税点，它是放大空间是很大很大的。那甚至是我们可以最起码会增加10%的利润，我们企业在世界的这个竞争力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随着减税政策未来的落地，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又可以收获哪些实惠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观点。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增值税税率调整后，测算相当于车辆销售价格普遍降幅约为2.5%。同时，由于增值税实际上是对商品生产流通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因此税率调整可以让产业链条上多个环节企业普遍受惠。就汽车行业而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汽车工业产值约3.5万亿元，按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将下降3个百分点计算，相当于1000亿元的空间。比如说刚才说了，多了2.5%的一个空间，嗯，那它可以让二出来，对吧？嗯、那还剩0.5，那它这个有可能就是它企业的利润嘛，它会把这份利润看能不能补充它到它自己的实际的利润当中，这是它多了一个空间吧。除了企业经营受益以外，专家表示，降低税率同时也可能间接推动社会总体消费的提升，在多个行业未来都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具体来说还是要看产品的本身它的这个供需关系，比方说我们说这次降税以后，这个供求弹性啊，就是这个供求关系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下降的幅度会大一些，可能一些原来竞争比较充分的产品和企业就愿意释放出这种降税的福利给消费者嘛。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呢是发布了公告，说要进一步的放宽对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缴个税的这个优惠条件，那么这也就释放出更大力度吸引境外包括港澳台的人才在内的积极信号。公告明确，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继续保留了原条例对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予征收优惠制度安排，并进一步放宽了免税条件。一是将免税条件由构成居民纳税人不满5年放宽到连续不满6年；二是在任意年度中只要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的，就重新计算连续居住年限；三是将管理方式由主管税务机关批准改为备案，简化了流程，方便了纳税人。公告明确，在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24小时的，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将居民个人的时间判定标准由境内居住满1年调整为满183天，只要没达到这个天数，本人取得的全部境外所得就可免缴个人所得税。举例来说，小明为香港居民，在深圳工作，每周一早上来深圳上班，周五晚上回香港，周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24小时，因此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再加上周六周日2天也不计入，这样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3天，按全年52周计算，小明全年在境内居住的天数为156天，未超过183天，不构成居民个人，这样小明取得的全部境外所得就可免缴个人所得税。此外，公告还规定，在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满6年的起点，是自包含2019年以后的年度开始计算的。财政部负责人解释说，这样也就意味着之前已经居住的年度一律清零，不计算在内。财政部负责人表示，这样调整后，在境内工作的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台居民的境外所得免税条件比原来更为宽松，从而吸引更多外资和鼓励外籍人员来华工作。此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通知明确，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许维玉是深圳前海某会计师事务所的澳籍高管，他告诉记者，由于内地的个税税率比港澳地区高，导致不少高端人才选择留在境外，而新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吸引境外专业人才，对我们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有利的啊，因为他们就不用再担心就是比较内地跟香港一个比较高的税负，他们更愿意留在大湾区上。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是如何认定的？对此，有关负责人称，目前国际上和我国对于人才并无统一适用的判定标准，为了更好地满足大湾区的实际需要，通知规定，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认定和补贴办法，
按照广东省深圳市的有关规定执行。那我们公司享受到这个人才补贴的大概有30多个人，他的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呢，就是超过15%的个人所得税的部分呢，会有一个返还。那新政策出台呢，也会让这一部分的返还会更彻底。根据通知，这一优惠政策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执行。适用范围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等大湾区珠三角9市。这个政策原来在深圳前海已经实施了，这次呢扩大到整个湾区，应该说有利于整个湾区的人才的流动和融通，有利于促进湾区的整个发展。好的，接下来继续我们的315再行动。针对今年三幺晚会曝光银联闪付功能默认开启存在隔空盗刷风险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昨天晚上呢，银联方面是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声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深夜刚刚发回的报道。现在是3月16号夜里11:40，中国银联正式通过央视财经频道向消费者道歉，并在其官网发布。我们接受315晚会的监督意见，感谢媒体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我目前已经建立了风险全额赔偿机制，我们将联合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赔偿的机制，缩短赔付时间，提高赔付效率。对于持卡人告知，我们将与商业银行一起共同提高服务，为持卡人用户自主的关闭和恢复功能提供便捷的服务。对于我们之前的工作给持卡人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那么，默认开通小额免密支付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利和利益？一旦被盗刷，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消费者呢，应该这个知晓自己的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特别是与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健康有关的相关的情况。那知情权呢，是消费者的第一权利。第二呢，关于消费者的选择权，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来讲的话，是否能够这个取消开通闪付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财产权，财产权就是一旦受限财产损失以后，消费者有这个索赔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来讲，已经涉及了消费者至少4项权利：知情权、选择权、财产安全权，还有我们说的索赔权。专家表示，如果消费者不想使用闪付功能的话，可以到银行或者通过网上途径取消。如果消费者既需要这种功能又怕被盗刷的话，实际上还可以采取一些物理方面的保护，使用具有防电磁信号的功能卡包或钱夹。此外，最重要的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被盗刷的情况，要及时向银行和公安机关报案，才能有效地挽回损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些条款呢，是这个对消费者的责任的要求的这个过高啊，比如说报案的时间，比如说额度上，应当说它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我们俗称叫霸王条款，学术解释就是叫做不平等格式条款。那我们现在也很高兴地看到呢，大家的关注之下，他现在已经做了相应的这个改动。我们希望看到改动以后呢，能够尽快的这个实施。现在随着智能家居的兴起，智能马桶盖呢成为了很多家庭消费的新宠。不过，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对网络上销售的智能马桶盖进行了抽检的时候，发现呢，在28个批次的产品当中，有11个批次被检出不合格，不合格检出率达到了39.3%。来看报道。电器的接地结构安全是很多家用电器的安全硬指标。检测工程师拆开的这款智能马桶盖，用于感测水温的金属部件，温控器部位只有基本绝缘，却根本没有接地措施。感温金属面和水箱内的水体直接接触，这里的基本绝缘一旦失效，那么水体再经过这个水流喷射到人体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人体的一个触电的风险。标称为浙江联德科技有限公司的一款智能洁身器，韩国科勒诺维达有限公司的诺维达牌自动温水冲洗坐便器，爱臻科技大连有限公司的爱臻牌智能电子坐便器等产品，都因为结构不符合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此外，电器的内部导线应该有足够的防止意外接触的保护，也就是不能让人体直接接触到。而这款接受检测的智能马桶盖，可拆卸部件的内部带电导线直接用手就可以触碰到。我们把这个可拆卸部件翻过来看到，这个导线就裸露在外面了。
它存在一定的电机的风险。标称为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的吉田雅阁牌智能坐便器，湖南西建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西建牌智能坐便盖，都因为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达不到标准要求被判定不合格。而在涉及电器安全的输入功率和电流项目上，标称为广州四季牧歌厨卫有限公司的四季牧歌牌智能坐便盖，上海维玉厨卫有限公司的卫玉无线牌智能坐便器被判定不合格。此次抽检中，标志和说明项目不合格的最多。这款智能马桶盖，名牌上的信息经过擦拭后，重要参数就已经消失不见。那么如果消费者不知道额定电压的话，就不能正确的连接这个电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消费者的安全使用会产生影响。此次还抽检了5批次标称来自韩国的智能马桶盖产品，结果有3批次产品不合格，分别是标称为上海韩雄贸易有限公司的福林牌电子坐便盖，韩国科勒诺维达有限公司的诺维达牌自动温水冲洗坐便器，爱臻科技大连有限公司的爱臻牌智能电子坐便器。此外，1批次标称为美国品牌的马桶盖也被检出不合格，是标称为杭州西屋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的西屋牌智能洁身器。好，我们再来关注农村的大棚房的问题。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大棚房呢，指的就是借着建农业大棚之名，在耕地上建设所谓的私家庄园、休闲度假设施，甚至是商品住宅等等非农设施的非法违规的行为。那么在今天呢，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发布消息说，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的全国大棚房专项清理行动，目前已经完成整改80%。据介绍，截至3月17号，全国共排查发现大棚房问题16.8万个左右，涉及占用耕地13万亩。目前整改工作在各地全面铺开，率先拆除与农业无关的农业大棚改建私家庄园、别墅等违法违规建筑。对非农的，坚决果断的拆除。对跟农业有关、或直接有关和间接相关的，要分类处置。妥善制定预案，目前呢，已经完成整改的约80%。大棚房问题10多年来多次整治整改，屡禁不止，这种势头，我觉得下一步会得到有效遏制。杨礼胜表示，目前还发现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大棚看护房存在面积超标的问题，下一步要加快推进整改进度。并指导基层和涉事主体按照耕地质量标准尽快恢复被占用耕地农业生产功能。天津市武清区一度是大棚房问题的重灾区，如今这里的大棚房的整改情况怎么样呢？记者日前来到天津进行了探访。天津武清区聂官屯设施农业园就是典型的大棚房，在整改之前，这里的耕地上长的不是农作物，而是用于休闲餐饮的蒙古包和停车场。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看到之前的违规建筑已经被拆除，土地完成了复垦。记者又跟随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协调推进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北辰区双街农业科技园，这里大部分棚室都上了锁。在一栋没有上锁的大棚里，记者看到这里还有违规住宅被拆除的痕迹。从这个底下这个痕迹来看，棚里边应该是建房了，因为这儿可以看见这还有点瓷砖的痕迹，但是现在已经都整改完了，然后这原来应该这一片应该是个房子。根据北辰区上报的整改报告，这个科技园共有547个大棚，其中有83个大棚里面盖了房子，目前已经全部拆除并完成了复垦。记者从全国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协调推进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目前各地针对大棚房问题已经普遍开展了3轮以上的摸底排查，对于非农大棚房要一拆到底。天津市蓟州区马身桥镇的重点产业之一就是发展蓝莓，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不少蓝莓大棚的看护房都被拆除了。国家规定就是让盖15平米，多了超标这个的得拆了。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定，生产看护房的面积不得超过15平方米，而郭金香的看护房是2015年建的，面积超过40平方米，属于大棚房问题的整改对象。
在马身桥镇，像郭金香这样看护房超标的农户有163户。目前大棚蓝莓已经开花，下个月就要集中上市。为了不影响农民的收成，马身桥镇统一给这些农户配备了临时安置设施，暂时替代看护房。离不开人，因为天天的跑家也不现实，就是这儿住吃有吃的有住的，就是都行了。针对大棚看护房面积超标的情况，国家主管部门采取的是分类处置，对农用看护房进行规范，目的就是在不改变耕地用途的情况下，保护农民的利益。好，今天的联播调查一起来关注电子竞技这个行业。我想很多的玩家都知道，像英雄联盟、星际争霸二，还有极品飞车等等一些比较热门的电子游戏，早已经成为了专业电竞选手的一些参赛项目。嗯，那近几年很多院校也都是开设了电竞这个专业。电竞专业是否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这几年的招生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眼下又到了3月招生季，记者在多所高职高专和职业教育院校走访时发现，今年电竞专业的报名尤为火爆。在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报名咨询处，仅仅一上午就有10多个学生家长前来咨询电竞专业的相关情况。他就是想学这个电竞专业。招生是从2017年秋季开始的，当时呢只招了22人，那么到2018年全年呢，我们现在已经突破230人了。到今年开春的时候，现在开学不足20天，现在，学生的报名就读人数呢已经过50多名了。曹永军所在的学校只是电竞专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6年9月教育部增补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后，申报电竞专业的院校从2017年的18所增长到了2018年的51所，招生人数更是突破了1000人。不过记者发现，报名火爆的背后，却是家长和学生对专业的知之甚少。想做主播。有什么样子的那个职业状态？签什么平台啊？还是挺复杂，我也不太清楚。电竞是个什么职业？以前我都听都没听说过。他有他的想法，实在也是拗不过他嘛。哎，我现在也是心里一片茫然，发展趋势是怎么样子的？这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对很多前来咨询的家长来说，电竞和打游戏似乎没什么区别。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家长们也充满了纠结。这个好像应该也是一种产业，就业上面解说员了，那个赛事的那些那个策划什么的，肯定有啊。在游戏中间，你不给他引导好，他可能沉迷游戏的话，那就是，那对于家长来说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的。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选择电竞专业的学生中，不少人把职业选手定为了自己的学习的目标。拿了一个北京市的团队冠军，肯定是想往那个职业选手上发展。感觉自己能当职业选手，但是来到学校之后，了解到游戏情况之后，感觉我和职业选手相差是比较大的。事实上呢，早在2003年的时候，电子竞技就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中国电竞代表队也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成立。那么这些专业的电竞运动人才和普通的玩家究竟有什么不同？继续来看调查。在电竞圈非常知名的 Fly， 本名彭云飞，尽管只有18岁，但接触电竞已有5年了。他告诉记者，电竞并不是很多人眼中打游戏那么简单，职业选手的训练有很多的规定动作。当你进入职业选手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一个规划嘛，就是说你每天要完成的目标都是有检查的，就是跟上学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同样是国内顶尖电竞职业选手的陶传凯表示，要想成为职业选手，仅仅喜欢是不够的，电竞比赛的训练过程其实非常辛苦。一天训练的话10个小时以上吧，就每个星期有一天假吧，差不多，就比赛紧的话就没有假。彭云飞告诉记者，像他们这样的选手，其实职业生涯非常短暂，25岁左右就要面临退役。退役的职业选手都是会去做主播，当这个行业的去解说，然后看能不能往外发展一下。事实上，由于职业选手淘汰率高，大部分的电竞人并不会成为竞技选手，而是更多的进入赛事服务行业。在北京的一家电竞赛事公司里，记者见到了已经入行8年多的陈普诺。
他告诉记者，电竞服务工作并不像电竞游戏画面那样炫酷，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些围绕赛事的琐碎事物。那有的国外赛事我们熬夜也要看，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包括从舞台的设计，然后一直包括它的比赛的流程，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都有研究。陈普诺坦言，以前电竞服务行业的门槛不算很高，但现在随着行业的发展，电竞从业者需要更多职业化的培训。像我们这种从业者的话，其实我建议可能还是要去一些专业的学校去来做一些正统的学习。虽然想要成为职业的电竞选手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电竞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整个行业存在着非常大的人才需求。那么各个院校培养的电竞人才能够和市场无缝对接吗？眼下正值招聘旺季，在北京的一家电竞公司，许邦正在为公司进行招聘面试。3年多前的话，我们要招一个赛事导演的工作，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我们其实花2-3个月可能才能面到一两个。那现在其实我们要招一个赛事导演，一个月就可能面几十个。许邦告诉记者，尽管现在愿意从事电竞行业的人比原来变多了，但是相比于产业的发展速度，电竞人才的供应仍是杯水车薪。3年前全年从年初到年尾不超过10场，现在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电竞比赛已经超过了100多场。这个热度的拉升导致了整个行业对电竞人才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渴望。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电竞市场规模为84.8亿元，但到2020年，电竞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211亿元。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电竞行业的目前从业者为5万人，岗位空缺达26万人，而到2020年，人才缺口将扩大至50万人。在业内人士看来，相比万众瞩目的电竞职业选手，目前产业更需要电竞赛事中的配角。专家建议，电竞教育的课程安排应该主要以服务型人才培养为主，满足目前行业的岗位需求。最重要的，他得懂电竞这方面的，比如说管理啊、赛事运行啊、战术的运用啊、电竞比赛的录制啊、电竞的导播呀、电竞的主播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职业。16号，负责调查埃塞航空失事客机“黑匣子”的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表示，记录驾驶舱语音的“黑匣子”的数据已经被成功下载，并已经传送给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的调查人员。失事客机驾驶员与机场空管之间的通话语音记录显示，客机起飞后不久，驾驶员向塔台报告称，飞机出现了飞行控制问题，并请求快速爬升至海拔4620米的高度，随后又紧急请求返航。客机在爬升至约海拔3300米的高度时，在雷达上消失。埃塞方面16号称，失事客机遇难者遗体的 DNA 的鉴定工作预计将持续6个月的时间。在埃塞航空坠机事件发生之后，全球所有拥有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执行航班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停飞了相关型号的机型。与此同时，韩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是相继表示可能取消此前和波音签订的订单，波音可能还将面临至少50亿美元的索赔。法国论坛报报道称，如果停飞时间很长，那么按每个月交付50架波音737 MAX， 每架客机价格在1.25亿至1.3亿美元之间来计算，波音的营收会大幅度减少。路透社报道称，如果737 MAX 系列飞机持续停飞，波音每月应收而未收的款项预计大约为18亿至25亿美元。而据最保守的估计，波音公司还面临至少50亿美元的索赔。如果事实证明波音知道技术问题却隐瞒不报，索赔金额将更高。对于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连续2次发生坠机事件的原因，中国民航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专业的分析。这两个事件它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点就是出厂不久的新飞机，第二一模一样的型号的飞机，第三呢它都是空中失控，第四点呢飞机最后都是超速，就是速度呢超过了常飞行的速度，第五点呢就是说这两架飞机呢坠毁的状态呢都是呈现出来高速俯冲坠毁。
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民航机长陈建国曾经直飞过波音737-8飞机。他说，波音737-8飞机对发动机和仪表系统改变的比较多，对于飞行员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发动机推力不一样。如果波音告诉了飞行员有这个系统，怎么去断开，其实可能四航空难完全可以避免。至于这个埃塞航这个空难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波音又设计了什么大家不懂的系统呢？我们正在验证。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也证实，波音737-8飞机对保持飞行平稳的迎角探测器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在手动操作时对飞行员的操作技能要求很高。它信号接收的不准，探测器探测的不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所以说带来操作上困难。嗯，飞行员处置及时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控制按钮拔掉。好，接下来再来关注高通和苹果的专利之争。美国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陪审团日前认定，苹果公司的部分手机侵犯了高通的3项专利，而这将使得苹果公司需要向高通来支付3100万美元的赔偿。来看报道。这次判决涉及到的苹果公司手机型号分别为 iPhone 7、7 Plus、8、8 Plus 和10。高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诉讼所涉的3项被侵权专利只是高通10余万项专利组合中的数个而已。据了解，3项被侵权的专利分别支持不同智能手机的主流功能，其中一项能使智能手机在开启后便快速接入互联网，另外一项专利则能够确保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可以快速高效地上传和下载互联网数据，还有一项专利则支持游戏的高性能表现和丰富视觉图形，同时保障智能手机的电池续航时间。事实上，在过去6个月，中国和德国的专利法院都曾作出裁决，裁定苹果公司侵犯了高通的专利，并针对侵权的设备颁发了禁令。高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此次判决结果来看，世界各国的法院都在驳斥苹果公司使用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却拒绝支付费用的策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今年中央财政拟安排180亿元对农机购置进行补贴，2019年将支持农机深松整地1.4亿亩，争取全程机械化示范线达到400个，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国务院扶贫办今天宣布，强制性脊柱炎健康扶贫工程试点将于4月到6月在安徽、四川等地先行开展，之后拟在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面铺开，10万余强制性脊柱炎贫困患者有望受益。湖北住建厅表示，湖北新建的647个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基本完工，8000多公里主支管网基本建成，实现全省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全覆盖，6月底前将全部试运行。辽东湾海域昨天正式开海，100多艘大大小小的渔船扬帆起航，驶向大海。由于辽东湾所处纬度较高，因此每年冬季从12月下旬开始，海水就会结冰，形成一个民间的休渔期，到第2年3月气温回升后才会重新开渔。印尼抗灾署今天发布消息，巴布亚省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8人。初步调查显示，连日的大雨引发当地山体出现滑坡，并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溃堤引发了洪灾。连日来，席卷美国东部的炸弹气旋持续向中西部和大湖区移动，导致中西部多个州遭受暴风雪、龙卷风以及洪水等灾害的侵袭。据报道，美国气象部门称，洪水的威胁还将持续1到2天。16号，在美国芝加哥，流经市中心的芝加哥河被可食用色素染成绿色。作为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一项主要内容，每年都有很多芝加哥市民和游客聚在河两岸观看染绿河水的活动。奥地利弗拉尔贝格州卢斯特瑙镇16号燃起高达60.646米的巨大篝火，刷新了世界纪录。不过，环保人士却表示，这堆篝火共烧掉大约100吨木材，产生了大约1000公斤的颗粒物，相当于6次洲际航班飞行产生的污染物。这样的世界纪录不值得提倡。
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新闻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最近在上海的顾村公园有何金鹰、大韩鹰等早鹰竞相开放，节目。